好莱坞新晋大花安娜的家遭到神秘斗篷人的入侵，警方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刻出警。然而调阅监控录像并对大楼进行地毯式搜索后，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人物。德克斯当晚本来陪着安娜，直到自家经医生奥兹饿得嚎叫起来，他才想起来今天忘记给狗狗喂食，于是下楼买狗粮。出门前他发现自己的帽子不见了，于是带着安娜的粉色毛线帽出门，再回来时家里已经一片狼藉。不过德克斯也没有撞见入侵者。警方问安娜是否有可能是熟人试图对她恶作剧，安娜一头雾水。哈丁警官解释说，因为小狗没有吠叫，这说明闯入者不是陌生人。最后一个问题是安娜手上的口红是何时涂得满手都是的，安娜没办法回忆起当时的细节。哈丁推测是安娜服用的黄体酮导致她产患，幸好丈夫德克斯坚持认为妻子并没有胡编乱造。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金毛犬是一种非常亲人的犬种，哪怕有陌生人闯入也很有可能表现得非常平静，它的凶狠通常都留给同类。另外这只金毛名叫奥兹，和第七季艾丽的儿子同名，算是个非常有趣的小彩蛋。第二天上班路上，安娜再次看到红框眼镜女，但定神一看，远处只有一个抱着红框眼镜的小女孩的父亲。等候电梯时，她发现自己下颚爆出一大颗痘痘，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公司。雪芳带着众人举杯庆祝安娜入围歌坛奖，这意味着她十有八九能入围奥斯卡影后的候选名单。美国每年颁奖季会举行多个奖项，由于奥斯卡是最后颁奖的，前期进行的各大奖项中较为突出的几项会被视作奥斯卡的风向标。一般比较受认可的风向标有金球奖、评论家选择奖、工会奖和英国奥斯卡及英国电影学院奖，而歌坛奖也有一定的参考分量。不过讽刺的是，由于今年美恐是在编剧工会罢工期间坚持拍摄的，作为主演的 Emma Roberts 首当其冲被演员工会处罚，禁止签约了一些独立电影，而歌坛奖就是奖励独立电影的，这让这段剧情看上去格外的讽刺。拍完庆贺合照后，想到那位 IG 上的黑粉可能是入侵者，安娜提出要注销掉社交账号，雪芳急忙把她叫到办公室里化疗。雪芳告诉她，目前公关团队为安娜付出了沉甸甸的代价，像杰米里克蒂斯从艺四十多年，现在走红毯依然会被问到她靠身为新二代的裙带关系获取地位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承受娱乐行业里的种种黑暗与不公，但如果安娜不想干了，她可以把安娜介绍去好事多超市打工。在雪芳的一顿洗刷下，安娜决定收拾起担惊害怕的样子，认真面对颁奖季。而后雪芳拿出一排维生素 B12 的药剂，让她接下来按时服用。我搜了下百度百科， B12 对于妊娠期的孕妇具备治疗贫血的药效，而这红灿灿的药水确实也很容易让人想到血液。然而喝完药物，安娜便冲进厕所里全部吐了出来。稍后和平诊所的前台 Cora 打来电话，关心安娜跟跟踪者的事情。安娜感到很奇怪，因为她并没有给 Cora 留电话，而被入侵和跟踪的事情警方也是保密的，但 Cora 却说安娜昨天咨询验孕棒的品牌时给她讲过这件事儿。安娜不想多纠结，转而问她普利切小姐的事情。 Cora 告诉她不用担心，普利切只是个坚决反对体外受精的疯女人，每周都会来诊所分发一些奇怪的小册子，但她不认为普利切有胆量跟踪她。安娜能听出对方正用一种怜悯的语气对自己说话。这时希尔医生打断对话，把话筒抢了过来。安娜表示自己刚刚呕吐过了，希尔安慰她呕吐可能是害喜的前兆，目前胚胎植入已有三天，再过十一天她就能拿到结果了。回到家里，安娜一边煮晚饭一边翻查着那个叫消灭安娜的黑粉账号，虽然举报过这个账号，但这个署名为普利切的 ID 一直用蛇来代称安娜，平台方也无法处理。安娜搜索她的 ID， 发现她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大量可疑的内容。第一条帖子是关于传说中的血腥玛丽，英国女王玛丽一世统治期间的恐怖传说。据说她曾经与地狱恶魔进行献祭交易，以获取至高的地位。第二条讲的是凯尔特仪式渗透到社会高层精英中，下面配了一张异教徒执行恶魔献祭仪式的图片。常玩以撒的结合的玩家应该对其中几个符号非常的熟悉，虽然这些符号本身都包含正面的意义。第三条则是说黑市上竟存在一些秘密的超级人类孕育交易，能通过这种交易孕育出远超常人的超人。第四条则是说好莱坞已经被神秘的巫师集团掌握，而第五条就是安娜在合并诊所的照片。其实这几条有一部分美恐都拍过，
第一条是《美恐故事集》第二季第五集《血腥玛丽》，第二条则是《美恐故事集》第二季第六集的整容，也就是说这些帖子并非空穴来风。那么第四条提到的好莱坞的事情，是否在暗示本季发生的剧情呢？一瞬间，一双大手扶住安娜的肚子，她转身把菜刀刺向身后的人，然而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德克斯，他的脸被安娜手中的刀划伤。德克斯并没有怪罪妻子，安娜急忙要去为他取药，德克斯把验孕棒交给他，让他把测试也一起做了。安娜感到奇怪，明明才过了三天，现在并不是验孕的正确时机。可安娜转身一看，放在灶台上的日历已经被画满了两周，那十一天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而安娜锅中的红色汤羹也变成了白色。可接下来幸福冲散了一切疑虑，验孕棒上的加号告诉安娜她终于怀上了孩子，经历三次体外受精，奇迹的种子终于在体内发芽。这时索尼娅的电话突兀地打断了夫妻二人的甜蜜，最近两人正在筹备下一次的展会活动，德克斯只好离开前去接电话。之后两人在合并诊所接受了正式的 B 超测验，安娜第一次在显示器上看着腹中的胎动，放大看似乎还能看到婴儿的心跳。这里的超声波显示安娜的生日为1988年1月17日，而扮演希尔医生的丹尼斯也是1月17日生的。希尔告诉两人，世上没有什么食谱能保证接下来的一切都一帆风顺，唯一确定的是要健康饮食，按时作息，以及千万不要承受任何程度任何理由的工作压力。这话看似是为安娜好，实际上是把责任推给一位事业巅峰期的女性，反而徒增更大的心理压力。雪芳来到安娜家里，并带来进一步的好消息，目前她正在游说凯瑟琳·泽塔·琼斯加入接下来的颁奖季公关阵营，同时她还借来了麦当娜在1991年奥斯卡奖时穿过的晚礼服。不过这件礼服我个人推测应该是剧组仿制的，毕竟安娜也并没有佩戴原版的皮草披肩和手套。安娜尖叫着换上礼服，然后穿上不合脚的大尺码高跟鞋，两人走进安娜的卧房，那一晚入侵者留下的蚊子还在上面，怎么都擦拭不掉。两人高兴地表演起1991年麦乃在奥斯卡奖上演唱的 Sooner or Later。 突然镜子在两人面前凭空炸裂开来，歌坛奖当天，安娜走上红地毯，整个人星光指数艳压不难尼，但安娜隐隐约约有听到人群中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声。这时一位叫贝雷特的棕发女星闪亮登场，瞬间夺走安娜的星光。对方摆出可爱甜美的姿势，小跑到安娜面前，表示自己是因为她的作品才走入了这行的，自己是安娜的忠实粉丝。但这个女人段位超高，每一句话都精致的算过，在夸奖的同时暗讽安娜是老女人，就连记者也称两人的合照为两代女性的交汇。安娜的脸瞬间僵掉。晚宴时间，作者的导演对德克斯盛赞安娜越来越火辣，雪芳立刻站出来呛声导演，指责对方无视安娜用演技拯救了她的电影，只专注于她的外貌。实际上这位导演的演员曾在第八季启示录中客串过一个撒旦教教徒，但最有趣的是在宿敌中他扮演了蓝龟精变的男主演。而后导演有八卦起安娜被跟踪的事情，安娜和德克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雪芳也矢口否认自己泄密。安娜摆出强硬的态度，要求导演不要再套近乎安慰自己，而后便起身去厕所。就在整理妆容时，一个黑衣女人出现在安娜身后，把她吓了一跳。方才还在洗手台前的女性纷纷消失，只剩下安娜和这个女人。对方表示自己是安娜的迷妹，但她过度自来熟的热情却让安娜很是不适。而后安娜发现下巴上的皮肤脱落，那个女人就这样盯着她，深深撕下了一层角质。虽然意识到自己有些 KY， 但女人还是忍不住关切地问偶像是不是压力很大。而后她又一惊一乍地表示自己竟然和偶像撞邪了。安娜喉头涌起一股酸劲儿，急忙冲进隔间里呕吐。那女人走上前试图安抚安娜，但她的手触碰到安娜腹部的瞬间， PTSD 发作的安娜大叫着把女人推开。那女人先是额头磕碰到大理石洗手台，接着后脑勺直接砸在冰冷的地板上，涌出海量鲜血。这时工作人员前来通知安娜，颁奖季已经进行到她入围的分类了。情急之下，安娜只好装作无事发生回到了会场。人生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安娜竟然真的拿下了歌坛奖的影后桂冠。可就在发表感言时，安娜注意到那个黑衣女人正坐在贝雷特旁大声的鼓掌，笑容机械而又阴森，而贝雷特旁还坐着普里切女士。
安娜眼睛一睁一闭，又看到德克斯与索尼亚和已经死去的艾德琳亲密接触，紧接着她当台吐出一口老血，并喝止了一位正要进入女厕所的女性，然后便昏倒了过去。安娜苏醒过来时，已经被急救人员抬进了女厕所，倒在地上的黑衣女人不见了踪影。安娜情绪激动地吼叫着，医生不顾安娜怀孕的状况，强行给她注入镇定剂，就连德克斯也没有阻止。再次醒来时，安娜在雪芳的陪伴下睡在家里，安娜似乎只是脱水并立即晕倒过去，所幸腹中胎儿并无危险。安娜对搞砸了奥斯卡的竞选很是懊恼，但雪芳丝毫没有责怪她的意思。新闻媒体正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描述安娜的丑闻，雪芳告诉她，媒体只有七秒的记忆，她将给安娜放个长假，让她好好休息一下身心，等事情风头过去，舆论中将会出现反转。安娜和德克斯顶着长枪短炮的轰炸，从公寓里搬了出去，准备入住达利亚在汉普顿斯郊区的别墅。这栋住宅离德克斯的母亲家很近，但她保证母亲不会打扰二人世界。德克斯依然一脸安详的笑容，但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达利亚的男友提奥并不喜欢住在这栋大 house 里，所以这里一直空着，但整个别墅开阔的设计比纽约的公寓敞亮舒适的多，并且达利亚还配备了一位叫卡迈尔的保安。顺带一提，这栋房子正是基伦·里维斯在《极速追杀》中最初的住宅。晚餐时，安娜礼貌性地邀请卡迈尔一同就餐，但对方谢绝了。夫妻两人聊着对新房子的感受，虽然并不讨厌这里的装潢，但安娜还是觉得奇怪，明明他们是来避风头的，现在却住在高度暴露的玻璃房子里。德克斯开玩笑说，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应该扔石头，这是一句常用的英语谚语，字面意思是住在玻璃房子里扔石头很容易把玻璃砸坏，但实际引申意义是有错的人不该批评别人的错误，这也代表他对安娜的看法。至于为什么达利亚要这样尽全力地帮助夫妻俩，德克斯的解释是，达利亚29岁就卖掉了初创公司，并靠投资拿到了大量收益，所以有实力随意帮助别人。安娜起身前去取餐刀，看到一张达利亚、艾德琳、提奥和德克斯的合照被压在橱柜里，那照片似乎就躺在那里，故意引诱安娜看到他，但他依然决定把秘密吞进肚子里。夜里，德克斯安然入睡，安娜却隐隐约约能听到地下室里传来细微的声音，于是立刻起身前去检查，却撞见卡迈尔。在卡迈尔的护送下，两人进入到地下室，这里只是个普通的储物间，看不出任何人存在的痕迹。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安娜开始进行产前的瑜伽训练。在怀孕第12周时，意外发生了。在练习瑜伽的过程中，安娜感觉到腰椎传来疼痛感。回家路上，安娜的下体更渗出鲜血，卡迈尔调转方向把她带去了医院。负责检查的是一位叫艾薇的护士，安娜看到她就觉得非常眼熟，但艾薇表示自己是从多伦多搬来的，两人不可能认识。在征得安娜同意后，她准备好仪器进行超声波检测。安娜经受着异物入侵的痛苦，并请求艾薇向她展示屏幕，艾薇却掏出血淋淋的检测棒，表示要找到医生。下身的鲜血流个不停，同时无法抑制的便意袭来。安娜坐在马桶上惶恐的哭泣，脑海中飘荡着雪芳唱摇篮曲的歌声，以及她抱着孩子沐浴在花田和春光里的幸福幻境。诊所的萨皮坦医生带来了最坏的消息，安娜腹中的胎儿流产了。医生表示，大部分流产都是因为未被检查到的问题引发的，这并不是安娜的错，但安娜还是想知道腹中胎儿是什么性别，这样她能感觉到自己离逐渐远离的小生命又靠近了一些。根据组织检测，医生发现了 Y 染色体，但还需要通过超声检测确认体内是否有残余的胚胎。安娜表示刚才已经做过超声波了，但萨皮坦医生手上的记录显示，安娜最近一次超声检测是在三周前在河滨诊所，这间诊所并没有任何叫艾薇的护士，也就是说刚才拿着棍子捅进她身体的是另外一个来历不明的尾随者。至于这位艾薇的身份，在本剧开播前官方就通过角色宣传照迫不及待地剧透了，她就是卡丘扮演的那位反复出现在安娜四周的黑衣红框眼镜的女人。本期故事这次结束，虽然我阅读了一部分的小说原著，但由于还没有读完整本，加上不希望剧透各位观众，因此本期我会尽量以没有读过原作的视角对故事进行解读。本期包含大量剧本独占的原创情节，这其中更包含大量的超自然现象，突然转化的日历和锅中的食物，在两人面前凭空爆裂的镜子，消失的黑衣女人。关于最后一点，美恐第一季中海灯就是在被杀后突然诈尸，
但目前我们依然不能确认这个黑衣女人是鬼魂现实还是安娜的幻觉，但整体上本集依然是对罗斯玛丽的婴儿的致敬集。其中最后出现的萨皮坦医生和希尔医生都是罗斯玛丽的婴儿中的角色名字。在罗斯玛丽的婴儿中，萨皮坦医生是一个十足的恶人，但本剧中这个角色似乎被希尔医生承担了。不过萨皮坦和艾薇到底是否是认识的依然要画问号。另外，把安娜安排到这间诊所的正是卡麦尔，他是否也参与到了针对安娜的阴谋中来？除此之外，安娜在家中听到了细微的声音，像极了罗斯玛丽在公寓里听到的隔壁的声音。照这么来看，达利亚是否也是这个阴谋中的一份子？那张照片是不是他放在餐具柜里的？关于死掉的艾德琳，尽管德克斯声称不知道原因，但艾德琳的发型像极了罗斯玛丽在杀宣美发屋剪的法式短发，他是否也遭遇到了罗斯玛丽一样的杀猪盘阴谋？另外，罗斯玛丽的婴儿中，邪教会利用受害人的私物下咒害人。德克斯前去买狗粮时戴着安娜的帽子，到底是他的帽子被邪教偷走了，还是他把安娜的帽子拿出去做法呢？至于卡戴珊的角色雪芳，目前看来他可能是里面最偏正面的一个人物。官方也推出了一张两人亲密的海报。这一集他给安娜提供的 B12 药剂是原作没有的，安娜服下后吐了出来。是否是体内有某种力量正在排斥这种有益于人生的药物，还是说这种药物本身就对他有害呢？另外，雪芳给他准备的鞋子明显不合他的脚码，剧中多次出现脚部特写，明显看出 Emma 的脚比鞋子要小，这不禁让人怀疑这双鞋子的主人到底是谁。而厕所里的那个女人，如果不是安娜的幻觉，我们能看到她在安娜呕吐时窃笑。可以说目前安娜简直是四面楚歌，身边大部分人都对她有所企图，尽管她发现了这一点却完全无能为力。以上这些疑点有不少是在剧版原创剧情中生成的，目前还无法推断准确答案，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后续的剧情展开吧。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还请大家点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 UP 主的创作，感谢大家的喜爱。